被害阳性民众已因疫情期间在网络社团上寻求打工的机会，遭诈欺集团所骗。该集团以租借账户为由，骗取被害人名下的银行账户、提款卡供诈欺集团使用。为避免被害人将账户挂失或报警，甚至将被害人的行动控制在日租套房内，连续监控长达四日。派员前往该日租套房查缉，当场查获同姓等三名犯嫌及阳性被害人在内，查扣工作用的手机及金融卡十四张，存部十一本。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、妨碍自由等罪，扩大侦办，向上溯源。